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您相会在这一期的《中国文艺》，我是主持人孟胜男。时光荏苒，抹不去心头的回忆，歌声悠扬，带我们穿越流金岁月。中国文艺系列特别节目，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带您一起找寻那些令人怀念的青春往事。1960年出生于内蒙古鄂托克旗的蒙古族歌手腾格尔，因为演唱草原风格的流行歌曲而被广大观众所熟知，其中最能代表他艺术特色的歌曲就是《天堂》。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腾格尔最早是学习舞蹈的，后因为喜爱音乐，在他的再三请求下，艺校老师终于同意他改学三弦。一年以后，腾格尔的老师惊喜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正是这个发现使腾格尔走出了草原。1979年，腾格尔被内蒙古艺术学校推荐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一年以后他考入天津音乐学院学习作曲。真的从来没有学过唱歌，一天都没有学过，所以是那么现在说的就是这种有时候那种声音的控制，这个特别难，或者说你的声音从一个高音区转到中音区的时候很自然的转过来，这个都是很困难的。那么我就是也没学过什么方法，完全就是想把这个歌唱好，就抱这么个心。蓝蓝的天空，轻轻的湖水，哎呀，它的音色很有意思。中低音区的时候，它很纤细，它可以唱得像姑娘一样，很抒情。到了高音区的时候，爆发力上，他会唱得非常的粗犷，非常的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有时唱他那个很爆发力，但是他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他唱歌咬牙呀，这个你有没发现吗？可以唱得很高，而且它可以出一种声音呢，嗓子要破的感觉，就听了，哎呦，你只想呢，是咽吐嘛，呀，就想呢，把这个清清的嗓子，啪，当这种东西给人刺激啊，带血的。你看他那个天堂，门丢的里，前面哈，门丢的里，在心里的音程。滴哆哆哆滴滴，你看，哇哇，哎呀妈呀，就把它拖出来。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蓝蓝的天。
尔的演唱风格独具一派，在他的歌声中时而高亢，时而低沉，能够在高低音之间自由地来回转换，而这个特点也恰好说明了他扎实的演唱功底。正是由于腾格尔独具一派的演唱风格，恰到好处地唱出了歌曲内在的灵魂。对于他的演唱风格，众多乐评人给予了好评。他的歌声既不是民族，也不是摇滚，也不是学院派，也不是现在流行歌曲，毕竟是为今天的人给他们听，所以必须得有时代。现在摸索了自己的一条路，自己路自己走。我在有时候处理一首歌的时候，特别像刚才那些大歌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音色，知道吗？只是想把他的内心的东西唱出来，就抱着这么一个心愿。所以歌手的演唱，我一般的是比较在，他就再创作，真正传递给听众观众的话，就靠他们。观众看着你的乐谱，那就是一张白纸，什么都不是，谁都可以识谱，就读文章似的。哎，这个文章别人读了他就很有味道，你读了他就没味道。但是英伦他还是蛮个别的，太个别了，就是他就是他。
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去心头的回忆，歌声悠扬，带我们穿越流金岁月。中国文艺系列特别节目《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带您一起找寻那些令人怀念的青春往事。
腾格尔是一位用心灵歌唱的创作型歌手，也是一位集摇滚音乐和民族音乐两种音乐风格为一体的歌手。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腾格尔迎来了艺术生命的春天，并应邀赴台演唱，成为首位在台湾举行个人演唱会的大陆歌手。因为其实我开始唱歌的时候也是模仿别人哦，因为特别是我们大陆这个华语歌曲全是从几乎全是从台湾这边过来的，是，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那个台湾比较早期的那些歌星他们的歌在我心里特别很熟啊。你到我身边到处为人想没忘记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看今天你怎么说？腾格尔也出现在地方卫视的王牌节目当中，时尚的编曲、夸张的造型迅速捕获了一大批青年的观众，很快他的歌声再一次在大街小巷传唱。在安徽卫视《我为歌狂》第二季中，腾格尔对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旋律进行重新改编，一经播出后就在互联网上广为转载，腾格尔这个名字再次被人们想起，而他的歌曲也再一次在我们耳边萦绕。
成什么，做什么，不要再说。
且用生命。